九日上午，韩国人气男演员李敏镐出席2019世界韩国语教育者大会开幕式，一身精致的灰色西装展现了成熟稳重的气质。凭借超高人气，被委任为世宗学堂宣传大使，负责推广韩文及韩国文化。退伍之后开始慢慢营业的欧巴，衣品也是一如既往的好，参天大长腿依然很夺人眼球。韩剧扛把子今天过分帅气了，这脸和身材是为西装量身定制的吧？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